我们现在在新社，这边算是从石冈到新社的一个主干道，那这一条上山的路已经快要到新社的市区了，这边有一间平房要卖，他车子这边可以停两台，就是整地一下可以停两台，然后他地坪有307坪，有水有电，他的电在这里。是它的电箱，OK。然后它有做这个围篱，它有做这个铁的围篱，好。顺便我要补充说明一下，刚刚那个停车的地方啊，如果停好好的，还有就是加上有除草的话，可以停两部车。对，差不多两台。啊，这是它的，它其实是一个货柜屋啦，拿货柜屋去改的，然后它里面。就是一个卧室，然后还有一个厕所，有一间厕所，从这边可以看到里，它是玻璃，可以看到里面。然后一个，他在那弄一个上下铺，上下铺，然后厕所在这个后段这边是一间厕所。他有化粪池吗？对啊，有啊，有化粪池。然后它还有水，这应该是山泉水，还有山泉水，然后还有，因为它这个平坦的地方不多，所以它做了一个木头的平台，这是一个平台，大概有十几坪的平台。让我拍一下，还蛮大的、啊、，OK， 好，大概十几坪了，然后下面就是河边，下面有一条河。还蛮大的，是河还是溪啊，老公？算是溪，可是它河水蛮充沛的，然后它307坪哦，有200坪，大概都在下面，100坪左右在上面，然后呢，大部分都是那个陆地，我们进来那个陆地，就是旁边这条路，有占用到我们的地，那这个平台就这样一点点，几十坪可以用，大概几十坪而已。我可以下去看看吗？好，下来看一下。他有做一个栈道，小心哦。下就可以下去。好，这是他下面的水塔，几颗？一颗，一颗水塔。OK， 一颗水塔。然后这个是化粪池的箱子，那里旁边那个一个黑色的箱子是化粪池。好哦。非常清楚。对。然后这边可以下去。它下去没有路了，那这样这个可能要自己去开发了。就是买下来的人自己去开发喽。买下来人要自己去开发，那水管有接到下面来。那总共598万，总价598万，听起来好像蛮便宜的，因为很多人在找那种几百万的那种小平房。但是因为它是在路边呐、啊，路边，然后可以用的平坦的地方真的不多。但是马路很大条，十几米的路很好走，大小台的车都可以到上来，因为这是主干道了。但是如果你看到它的实价登录，你一定会觉得它怎么卖那么贵啊？因为它的实价登录不到300万，乘以2点多来卖，好啊，这是但是它也有做一些建设啦，它不是完全没有花钱。还有做那个屋顶啊，屋顶还有弄啊，然后货柜它换个位置摆啊，然后再做这个围墙啊，这个都是要花钱的。当然你可能觉得，那又没有多少钱，他因为他买来是要赚钱的，所以看看你啊，你看你出价出多少，我们尽量去议价，598，底价不知道，因为还没有客人出现。如果你有兴趣，赶快来跟我出价，我去议价一看看。那电话0989905453，0977188512，可以加 LINE 或电话联络，欢迎找我议价，谢谢。